你的号可以玩不？你们扫码只要扫成功了都可以玩啊。白金以上都可以，因为如果是白，这是个什么特效？牛奶盒子，还搞这个牛奶盒子。因为如果是白金的话，我就打的真的太好了，我打白金完全就是像虐，这个叫虐鱼塘炸鱼，知道吗？就没有意思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，对面就像傻子一样。我可能玩会不开心会哭，但你们开心。你们怎么能把你们的痛苦建立在我的悲伤？哦，你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的悲伤上呢？啊，这个丑，这个特效丑。我明天要那个出差了，我明天一早要出差了，我就不玩了。我再玩麻将的话，玩一个小时的话，得一点多钟了。明天出差了，明天我要去参加那个王者荣耀比赛了。对，在那个山西太原，在山西太原，我要去参加王者荣耀的比赛。虽然你们看我直播玩的这个样子啊，但是我真的实力还可以。我如果不直播的话，我的实力就是可以的。我还要去唱歌呢，打回五十颗星，下次再打，下次再打啊！你们先关注我吧。先关注着我，我下次再给你们玩。今天就是玩游戏的手感不大好，没有状态，进入不了状态，所以就一直玩的不好。再怎么杀不了人，我真的服了。没有吗？那个谁不去？我，在山西太原呀，太原的哪？荣什么？荣城。感谢和同一件事儿，亲爱的爱子宝宝，谢谢。在哪里啊？山西太原地方，大家就是那个王者荣耀的决赛。不退是不舍得退吗？那我得多展示一会儿啊，让你们让刚进来直播间小伙伴让他看到这个段位。就在荣誉电竞俱乐部，在王府井晋阳里 i5栋。你们如果想去现场看我的话，或者是有山西的小伙伴想去的话，想来现场听我唱歌或者看我表演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的那个管理员私信，然后可以报名就可以来现场。还有很多周边哦，还有 T 恤哦，大家可以来一起玩耍。就是后天是，哎对，6月16号。可以进入那个我的粉丝群，然后联系我们的管理员啊。晋阳里，对，先不玩了，手感不好，我好久没玩王者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明天出差了，我们这些设备也要收走了，我马上要进行那个一个长途跋涉了，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把这套游戏直播设备也都带上啊。他们都在等我呢，我得下播了啊！明天开直播吗？明天，明天应该要彩排什么的吧？应该不开了。后天，就是6月16号，6月16号会播啊。